来，我们看一下哦。题目说呢，坐标平面上面呢 ，A 沿着 x 轴方向移动 k， 沿着正 y 轴的方向移动 k 加二，到达 B 点。那么他说，若 A 点的斜率是六分之七，请问你 k 多少？那这其实这题目很简单，你画线都知道答案了。他说 A 在这边呢、啊，假设的哦 ，A 在这边。他说往右x 轴方向移动 k， 所以往右轴往 x 轴方向移动 k， 再往正 y 轴方向呢移动 k 加二，往上移。移动 k 加二，然后他说他的斜率是六分之七，他这个就一点比出来了，那是代表 k 分之 k 加二是等于六分之七，对不对？解 k 就好了，所以就六 k 加十二等于七 k， 好，所以移过来 k 就等于十二，这样会吗？所以答案 k 等于十二，会的哈、哦，怎么样？算错了吗？ 7K 等于 6K 加 12K 等于12啊，欸，是觉得答案怪怪的，怎么算都不太像是6分之1，是12，是12哦，可答案是12哦，对，12分之14，我想成，错了，好，所以没有问题。